恒稳九法标股立现，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恒稳团队首席分析师李建明。在昨天的盘前分析啊，其实呢我就已经把大盘解析得非常的透彻。那当然如果说呢你昨天呢有锁定我们恒稳九法标股立现的节目的话呢，我相信呢你应该知道要怎么操作。我昨天呢直接告诉各位结论了。我说大盘的话呢，你要观察半年线呢能不能呢有效的突破。老师啊，昨天盘中有突破，可是到了尾盘的话呢就出现呢调节性的卖压出现。所以呢昨天的话呢你应该要懂得做减码。那没有关系，如果你昨天呢没有做减码的话呢，今天呢都还有再次呢调节的机会啊。因为今天大盘呢也不会呢受到昨天美股回档修正的影响，然后开低哦。今天是开高的哦。那重点就是说呢，你怎么样把你手中的持股呢做个调整，那就非常重要哦。因为每一个阶段呢会涨的股票都不一样啊。我之前已经告诉各位啊，你要锁定一月份的营收呢表现呢相当不错的电子业绩成长股你看呢，昨天看到3624的光洁啊，哇，亮灯涨停板，真的是非常的勇猛啊！老师啊，今天啊看起来啊，好像啊出现一个高点，快速的做回档修正。老师，你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你今天有做什么动作？我们不能意图影响市场行情啊，因为现在啊还没有收盘啊。如果我是盘后解盘节目的话呢，我会直接告诉各位结论的。那不管如何的话呢，我今天会稍微暗示各位啊。好的股票的话呢，你要懂得啊，第一个先做产业研究，然后呢筹码分析，再来呢从技术面啊去找它绝佳的进场点。那股票的话呢，懂得买呢更要懂得卖啊。你如果报上又报下，那不是等于什么白忙一场啊？重点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工具，看盘的什么，看盘的操盘的工具啊，让你呢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啊。所以股票呢无关乎呢就是买跟卖的问题嘛。大家都想要买在起涨点啊，可是呢起涨点要怎么去拿捏呢？如果你有恒稳九法的帮助的话呢，我相信啊一切问题啊迎刃而解。那什么时候该卖呢？为什么呢我们呢初新的股票呢你都看到呢股价的表现呢都比较什么比较弱势啊。你说李老师啊，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吗？不是我的影响力这么大，而是说我因为呢有恒稳九法呢来 support 我甚至我们的研究团队的话呢也是呢很兢兢业业的帮各位呢去挑选好的标的，然后呢我在盘中呢找寻绝佳的买点以及卖点。好，我们先看看大盘。那么大盘部分的话呢，你看昨天的话呢盘中有突破呢这一条蓝色的半年线了。你说李老师，你为什么设定是半年线呢？很简单嘛，因为季线的话呢还离非常远所以呢先看呢第一道的关卡就是半年线。那么昨天的话呢他没办法呢有效站上半年线嘛，今天呢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今天的话呢还是一样嘛，没办法呢有效的什么站上半年线。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动作？这边标题你写的非常清楚，逢高要减码多单老师，什么股票该卖，什么时候该买这样如果烦恼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也欢迎各位呢加入我们的 Line at， 把你持股的问题呢告诉我，然后呢我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话呢会针对它的一个基本面、技术面还有筹码面呢帮各位做一个解析好，那么再来的话呢，你看这个3624的光洁照亮台股。你看昨天的话呢是不是力所涨停力所涨停呢又什么再创新高，那就相当不容易那你敢不敢在大盘重挫的时候呢勇敢的做多那昨天的话呢网友有反映到说怎么能不能拿出一些证明证明说呢你们真的有做买进的动作。那很简单嘛，公布 call 讯你看我们的 call 讯的话呢这个是昨天2月7号12:50如果我这个 call 讯呢有任何造假的话，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呢找我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你看到大盘岌岌可危的时候，你当然很希望呢能够什么抓到一个浮板能够呢什么能够上岸，那能够安全的抵达什么
获利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如果你有恒稳团队的带领的话呢，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一清二楚嘛。我当然这个很希望呢，你在盘中呢能够收到我们这个call讯啊，就表示呢你赚到一根涨停板了。你看，恭贺是所有等级的会员啊的光洁啊，3624的光洁力所涨停再创新高。然后呢，我们尊荣会员的持股的话呢，台盛科啊，3532的台盛科也力所涨停，持股呢务必报了。后面呢，我就不想这个把它念出来了。那针对我们的一个会员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特别的一个专案。重点来了，今天2月8号，请问各位能追高吗？你看为什么我在9:13呢，我就把这张图卡印出来。如果你之前曾经在电视荧光幕呢看过我的节目，你看到这四个字啊，你就知道等于什么。好，我这边也不方便讲了。你看哦，光洁什么时候买进的？前天嘛，2月6号。当大家不敢做多，哇，老师啊，大盘啊一天崩跌超过600点啊，很惨啊。那个时候你敢做多吗？可是在那个当下，如果你保持冷静啊，你去想嘛，如果大家都在卖股票，大家都认为啊不能买股票，那为什么当天出现呢2400多亿的超级大量？是谁在大捡便宜？那就是在高档有卖股票的这些股市的赢家嘛。就像上个礼拜的话呢，如果你有我的带领啊，很多的股票呢你都没什么卖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嘛。比如说3035的智元啊，2455的全新啊，8069的元泰啊，我们都呢卖得相当的漂亮啊。你也不能怪呢我没有在呢这个盘前啊或者盘后的话呢都直接呢告诉各位嘛。这个所谓的一个网络会员啊，或者说我们的实际会员是有什么落差的吗？我们真正的一个老师亲自带领的会员的话呢，是盘中的即时call讯嘛。你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通常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也没有这个责任啊，也没有这个权利呢告诉各位呢我每天的完整的操作啊，因为我必须对我的会员负责任啊，大家都是辛苦的血汗钱啊，对不对？所以呢我非常呢注重每一档股票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都会呢思虑非常的缜密。当做多的条件或者放空的条件呢很确立的时候呢，我才会动作。所以呢在股票市场的操作的话呢，你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啊。那么所以光洁的话呢，你看到不得了，这样两天的话呢飙涨了将近20%啊。将近两成。我再提醒各位啊，能追高吗？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我也没办法。或者说呢你就直接呢跟我的助理呢做个洽询啊，去了解一下呢我们今天呢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动作。好，那么另外一档股票的话呢，我今天会针对它的一个基本面很详细的呢帮各位做一个解说。这一档股票呢是属于 MOSFET 的相关概念个股啊，它有做这个电源管理 IC 的。你看在礼拜二大盘重挫542点。为什么股市的明灯呢？我说双节初期是所向无敌嘛，一个是光节，一个是节力嘛。5299的节力呢，为什么呢盘中能够差点涨停板。收盘的话呢是大涨哦。我今天会针对它的基本面呢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啊。那么当然今天的话呢也是属于呢在这个平盘附近的话呢做一个整理啊。我认为呢随时呢都有呢补量上攻的一个机会。你看我们的买进很清楚嘛。我昨天也告诉各位的话呢，为什么是在第五天呢？因为前五天的话呢新上市新上柜的股票没有涨跌停的限制。我认为第一天买的话呢它还有一定的风险嘛，对不对？因为它可能呢暴涨暴跌也有可能。我们要等到第五天，为什么第五天？因为第五天的话呢在隔天它就有涨跌停的限制啊。涨停跌停都是 10% 啊。我认为那个时候呢进场的话呢会比较安全。所以呢在1月29号我们第一次买进。好，那么受到大盘呢崩盘的影响啊，说好股坏股呢都会受到影响啊。大家非理性的杀盘嘛，系统性的风险。你看到呢美国股市重挫，道琼的话呢曾经一天呢崩跌了1000多点啊，相当可怕啊。所以这种系统性的风险的话呢才会酝酿呢另外一次的绝佳进场点啊。所以为什么2月5号呢李老师要加码买进啊，
第一次呢买进呢你错过了，恭喜各位啊，你有第二次呢什么加码买进的一个机会嘛，啊，所以很难得啊，我们第二次的买进价格啊会比什么第一次呢来的低啊，啊，这就是什么受到呢国际股市的一个崩跌的影响嘛，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它也是呢守稳这条蓝色的五日均线啊，我认为的话呢，啊，如果说你不晓得啊怎么去掌握它的绝佳买点呢，啊，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嘛。我相信你看了我的节目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你也得到验证呢，演讲会呢我就锁定两档嘛，一档是智源，你看它三根的涨停板啊，2455的全新的话呢也看到它呢改写呢这个今年以来的新高啊，我们都是卖的相当的漂亮啊，所以呢这档股票的话呢我真的希望的话呢你能够有我的代理啊，今天会针对它的基本面呢帮各位做一个阐述啊，啊我相信呢你是我的忠实观众呢，你都会注意到我们都是礼拜五啊，今天的话呢我就呢特地的破例啊提早呢提早一天呢告诉各位呢这个竭力的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分析啊，啊当然这不是只有普惠啊，啊我是直接呢拿普惠的一个专属的报告，因为说老师啊标股啊都是比较高等级的会员啊并不会这样嘛，啊我们要做个区隔嘛，你的资金部位比较小的话呢我已经讲过了啊，就是20块到80块啊这个左右的一个股票，然后如果说你的资金部位呢比较大的超过100万，我们帮你量身定做啊，帮你锁定呢100块以上的一个高价的一个电子股啊，绩优的电子股啊，这样做一个布局的话呢，我就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话呢，资金上的控管呢会比较什么容易啊。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MOSFET 的一个简介啊 ，MOSFET 的全名啊啊，这一坨拉苦了 啊，你不用去背啊，因为不是什么。不是这个大学联考的考试啊，中文名称的话呢，也是这个肉肉等啊啊，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长效电晶体啊，你就记得是一个电晶体就对了啊。它运用在什么？运用在类比的电路呢，跟数位电路的这个长效的电晶体啊啊。通常呢，它分为这个电子占多数的什么 N 通道型跟 P 通道型啊，两种的什么？两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项目啊。那么 MOSFET 的话呢，它到底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啊？你看哦，红到缺货啊，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市场上的供需啊，是不是拿到均衡嘛？就像这个矽晶圆的报价为什么持续的飙涨啊？供不应求嘛，啊，供不应求呢，价格就什么就往上攀升啊，因为国际的 IDM 啊自有品牌的大厂的话呢，陆续推出啊消费性电子还有 PC 的中低阶的一个市场。再加上这个智慧型手机还有安全防护兴起嘛，啊，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拟货币的话呢，被人家入侵啊，哇，不得了，那个资金啊，你可能瞬间呢化为乌有啊，所以网络的安全呢，现在是全世界呢都在什么都在注意的啊，所以安全防护兴起就带动什么指纹辨识嘛，啊，指纹辨识的话呢，让什么 MOSFET 的话呢供给啊跟不上市场需求，供不应求嘛，对不对？那么大陆呢最大的一个MOSFET 的概念这个所谓的公司的话呢是长电科技啊，在去年的12月底的话呢宣布什么调涨价格50% 啊，哇不得了啊，本来100块就什么变成150块啊，这个调涨的幅度呢是相当的惊人啊，那么台厂的话呢会跟进涨价潮啊，直接会什么直接会受惠啊，那么 MOSFET 的这个耀眼之星呢当然是非捷力莫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在呢23号呢挂牌上柜啊，哦，1月23号，华硕呢是最大的股东哦，哦，他有个什么富爸爸，哦，有一个什么强而有力的后盾呢，啊，持股呢占20%哦，哦，所以他为什么筹码呢相对会比较稳定？那么他在 MOSFET 的一个领域的话呢，占去年营收的67% 啊，哦，所以呢可以归类为 MOSFET 的概念个股。他的客户群的话呢还不止华硕哦。哦你看呢，客户的话呢，都是相当有名的，鼎鼎有名的广达啊、人保啊，什么伟创跟微星的，啊，哈，微星也是什么，也是他的大客户哦，啊。哦，你看微星的话呢，这个电竞笔电的一个题材，甚至说呢，所谓挖矿的需求，啊，让他股价飙翻天了哦。你就去想，那么还有没有另外一档股票呢？他能够呢因此而受惠的哦？原来呢，捷力呢也有什么具有那个题材。好，另外的话呢，他现在很夯的这个我之前告诉各位嘛。小米啊啊，扫地机器人啊，啊，这我老婆的话呢，也有去网络啊去买一台啊，就是趁着这个去年呢，啊，双11的一个优惠啊，啊，有买到呢相当不错的一个价格啊。你看，你又不用自己扫地嘛，啊，它这个
这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我不是在帮他打广告，我觉得非常好用啊。哦，他碰到障碍物的话呢，会自动转弯啊，而且呢，我难以想象啊，他竟然那个什么穿越我那个所谓的一个脚踏垫啊，还会爬上去，然后呢到这个角落，哇，每个呢都清得非常干净啊。然后呢，你只要弄抹布啊，弄上去的话呢，又什么又具有这个拖地的功能啊，哦，双效合一啊，就这个。一方面能够吸地，一方面又可以拖地啊，哦，这是未来的趋势嘛，哦，因为呢以后的话呢，或许呢你有这个机器人的帮忙的话呢更好嘛，对不对？帮你呢料理家务哦，哦，甚至说呢帮你去买东西啊，买回来哦，这是未来的趋势啊，你不要认为不可能啊，哦，所以呢这个科技呢始终来自于人性，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就会有这样的产品推出。哦，所以呢扫地机器人呢也是呢它拓展一个领域，哦，非常广泛。好，那么它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强呢？你看一下去年的合并营收的话呢是 10.17 亿啊，年成长率呢 66% 哦，相当不错，成长超过五成哦。那么法人啊预估，这不是我讲的，法人预估嘛，对不对？预估呢去年的EPS 呢 3.8 元，那么今年的话呢因为车用市场，你想想看，啊，车用市场这个未来的商机是不是很大啊，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说呢所谓这个让一些安全系统的配备呢做一个提升啊，哦，它也是呢竭力呢极力要什么抢占市场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动能啊，哦，那么法人预估的话呢今年呢可以赚超过4元啊，哦，那么你看到，哦，它这个它的产品的话呢非常多，智能家电啊，哦，这个 motor drive module 啊，哦，甚至说这个锂电池的一个功率元件、手动的工具啊，哦，都是它什么拓展的领域啊？这个所谓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嘛，啊，就是这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啊，啊，很夯，智能家电嘛，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科P的话呢，打造什么智慧城市啊，就是呢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去发展啊。再来的话呢，啊，你知道呢这个捷力的话呢，基本面呢相当的不错嘛，啊，相当不错。那到底什么时间点要做切入？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起涨点做买进？会员专属的恒稳九法啊，让标股立现。你看，在1月29号的时候呢，它就以什么守稳多空线了，啊。当然之前呢就已经突破了我这一条这个蓝色的多空线了 啊由空翻多，对不对？然后呢，它回撤守稳的话呢，还是什么？还是你的买点呢，啊？你看很清楚啊，线上市转多，多头走势呢确立啊，一线定多空。啊，这是我们的第四式。再来第五式呢，指标抓转折啊，一样嘛。为什么1月29号呢我要做一个买进切入的一个动作？因为顶尖指标翻多，哦，对不对？它呈现个黄金交叉啊，呈现黄金交叉的话呢，抓住一个什么转折的买点啊，就迎接什么一路的狂飙大涨啊。当然呢受到呢国际股市的影响，它有时候回档修正，那刚好啊你都还有呢再次上车的机会。当然我希望呢投资股票的话呢你不要当死多头，哦哦，你看这张股票，哦，它之前的话呢所谓的一个指纹辨识，哦，这样的一个商机让股价飙翻天。你看今天的话呢，今天是开平的往上拉之后的话呢快速做什么回档修正，哦，你看一下它的一个线型，哦哦，为什么呢？我要特别举出这一条蓝色的季线，哦，季线是表示中多还有中空的分水岭，所以大盘其实跌破季线的话呢已经告诉各位呢有中空的疑虑，哦哦，我不需要安慰各位啊。如果说呢季线没办法有效呢在什么在这个所谓的金鸡年封关之前呢有效的做突破的话呢，我真的很担心啊，如果美国股市啊又稍微呢有一个闪失啊，持续的破底，持续的重挫的话呢，或许呢台股的话呢这个从此的话呢就迈入什么中空的一个格局。当然在中空格局里面的话呢也会有好的标的，只是说呢你要严控你的持股啊，做好什么资金的控管，颜色停损。那我真的希望各位的话呢不要当死多头啊，如果这个盘有破底的疑虑啊，有可能持续探底的话呢，你也要懂得什么避险放空啊。我这边并没有告诉各位说我们的操作了啊，只是要提醒各位的话呢，你看当它呢哎呀在三天前呢跌破呢两天前呢跌破这一条蓝色的季线的时候呢，已经告诉各位啊，它已经呢有可能转为中空的格局。那么今天是什么？第三天，第三天一样没办法有效站上，而且呢，你注意看呢，这是不是属于一个头部？对不对？这个很像是头肩顶嘛，对不对？
头肩顶的一个形态跌破呢颈线的位置哦。哦，今天就算有反弹的话呢，也没办法呢有效的站上季线，所以呢，我真的希望，如果你手中有好心的话呢，你不晓得怎么办的话呢，也欢迎呢你加入我们的 Line at， 把你的问题呢丢给我，然后我的助理的话呢，待会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话呢，把你的问题呢我帮你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不管如何啊，老师啊，你的这个光捷啊，你到底怎么操作啊？捷力的话呢，什么价位呢可以做买进的一个动作？那么浩鑫的话呢，到底是要做多还是放空啊？你不用去想这样的问题，只要呢你今天把手续办好，明天的话呢盘中你就等我的什么，等我的指令。那我相信呢，不论是多或是空啊，都可以赚了。哦，不是说啊，你这个行情不好的话呢，只能做多嘛。哦，像有的股票的话呢，平盘以下也是可以放空啊。哦，所以必须呢多空双向的灵活操作。不管如何，如果哦扣掉今天呢只剩两个交易日。啊，你想要呢把之前啊没有赚到的钱呢补回来，又或者说呢啊这一波呢你看到呢前天的一个崩跌，很多股票呢都被套牢了，不晓得怎么办，也欢迎呢你加入我们合文团队。最后呢祝福大家操盘顺利。